对，你看，老师这个最便秒，这样两秒就好了。对，嗯，但是那个黑色的粉是怎样？谁知道？你买来一个黑色的时候混底下啊？但是我有朋友，因为滴管就对了哈。对，便利不一定最好喝。嗯，那我们这个就把水加下去，要做出美味的咖啡，就是说它下压的这个力量要一致。所以它有点。是有点酸呢。对，嗯，好的咖啡一定要带酸，就带一点酸。你如果烘焙的很好的话，就用中医泡制的方式呢，其实它烘焙出来，你闻闻看，我们现在整室都是咖啡的香味，对，有那种，但是呢，它是清香，对，完全没有咖啡因的，所以跟很适合我们的节目。